moon on the days.我今天戴上我这个耳环，我跟王瑞奇说不要跟我社交，不要跟我说话，然后王瑞奇他跟我击掌，无语。我当然吃了，我回来之后回来之后看到食堂有饭了，于是就打了饭。我吃了四个鸡翅，还有青菜，还有一盒牛奶，现在喝口水。这鸡翅而已嘛，又不是十四个。熊猫，熊猫啊，熊猫戴个帽子。菜比肉贵，我吃了，可是那菜太油了。写的是厌恶社交。总是想吐槽这些礼物的特效，但是呢，吐槽一下别人，如果说你有本事你做啊，我还真做不出来。糖果特效还行吧，让我做我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呢，我让我做我还没能做得好呢，所以我就不吐槽了。七点多，对啊，现在不是七点多吗？对呀，早播早下班。我昨天晚上熬夜把《八角亭迷雾》都看完了。我熬夜就看到了11:30吧，我看完了。
我开了一个白牙的特效，我看看。我可能12点多睡的。我没看咕咕咕，就是偶尔微博刷一刷，然后微博上看看能刷到一些 cut。 我尾巴一点也不好，我昨天晚上看，不是昨天晚上决赛嘛，我看了看那个微博那个文字播报，哎呀，是吧，这个耳环裤吧，不要跟我说话，我不想跟你社交。对呀，上去变裂了，你们看到，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在打滚的那个地方跑下去了。像怎么了一样，慌张的逃了下去。不，我本来想做两遍那个有一个那个动作，但是有点蠢，他们都嘲笑我，然后就说要不你跑下去吧，然后我就跑下去躲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所以我就副歌的时候跑上来。屁股当然疼了，去变裂我都蹲不下去，跳不起，脚都没离地，我都没看，肯定只有我一个人蹲的最高，大家肯定都蹲下去了，我就浮在半空中。不能发了，变成了一个滑水歌曲。我蹲一半儿，屁股头疼，勉强蹲了一下。Hello。我职业生涯中的划水时期，就是我屁股摔坏的那段时期。同行，我不是跟小树，就是有一段是坐副歌是坐在那儿的吗？我还特地嘱咐，因为每次宋欣冉和杨冰怡他俩吧，我以前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也是直接从箱子上跳下去的。然后呢，我今天特地嘱咐小叔说，我们一定要从边上慢慢的走下去。小叔说好。然后我慢慢走下去，听小叔在后面说，我们慢慢走下去。我怕小叔一跳高兴了之后就特别兴奋，拉着我往下蹦，我受不住。然后我每天我就特地嘱咐他，嘱咐他，嘱咐他，嘱咐他。我说你别拉我突然蹦下去，我就完蛋了。我昨天排练时候还跟小叔说，那我站在你旁边岂不是显得我很划水，他太努力了。蹦的是我两倍高，那如果我正常跳的话，它就是蹦的比我一倍高。羡慕没看过咕咕咕的人，不用羡慕。
Vlog，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拍多少，我不知道，看情况吧。正常的话比我高1.5倍，确实他蹦得挺高的，可是我现在脚不能离地呀，怎么办呢？BGM 叫 Give it to you， 是之前那个女团的，这个女团叫 GLAM， 之前是大黑他们公司的女团。晚饭对，4个鸡翅对，还有青菜，晚饭吃了4个鸡翅还有青菜。对呀、啊，背面是这个大拇哥。没跟他去吃火锅，我没跟他吃。他们吃牛肉火锅，我不爱吃牛肉火锅。嗨，我是谢天一，我不爱吃那个牛肉火锅，然后。我爱吃什么火锅？我爱吃涮羊肉，然后辣的火锅、海底捞什么的我都能吃，但是我不爱吃牛肉火锅，蘸那个酱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对，我就喜欢蘸麻酱或者是香油油啊那种。那我去吃了不就不能给你们直播了吗？在那直播多乱呀、啊！对，而且我不喜欢吃那种牛肉，我喜欢吃肥牛肥羊，不喜欢吃，我喜那叫什么现切的那种，还是什么？吃了就不能和你们一起成长。晚上想吃烤鸭春饼，现在想吃火锅。我不怎么喜欢吃，对，潮汕牛肉火锅，牛丸什么的我也不爱吃。不爱吃，牛丸好吃，可是小心不爱吃。牛玩鱼玩不行，我各种玩我都不行，涮的玩鱼玩鱼蛋牛排跟火锅，牛排可以，川味火锅好吃，贡丸不行，我就不爱吃丸，除了正常的狮子头啊那种丸子不算，就是那种鱼丸啊牛丸啊那种鱼蛋啊，寿喜锅也还行，我以前不爱吃，现在还可以。我小时候不爱吃火锅，长大了之后就爱吃。鱼蛋儿好吃，又洗过素，你可以拼命吃肉。上次我和陈琳他们去吃寿喜锅，自助的那种，然后一开始说点吧，点完了他问我们要什么，说所有的肉都来，就是那个小哥突然说来两份儿，哎，来三份儿还是来两份儿，我都惊了，我说这个小哥这么突然给我们点那么多，结果那一盘肉上来一盘就4片，一人吃一片呗。对，我不爱吃丸类。对呀、啊，我之前不怎么吃寿喜锅，
吃烤肉，我现在啥也不想吃，我太渴了。刚吃了，我也吃了。我刚才说我今天都开那个暖气了，上海。奶茶，我喝水了，干杯。干杯欢庆再一饮而尽。没有，是因为这个房间太冰冷，我现在要把它关上。回来太冰冷，唉，心寒了。哦，熊猫，小黄人累了。你每天晚上睡觉不躺下，心寒了，因为空虚了，冷。你们有人看《第一炉香》了吗？就是那个电影。我本来想看的，结果我看微博上好多人在吐槽，弄得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看了。你们有人看吗？看过书。结果闹的我不知道该看不该看。很多年不看电视电影了，那你看什么？到底香不香？看直播好呀。喜说。我今天刚看那个台剧《无神之地不下雨》，你们知道吗？有人看吗？可惜今天没去看，那你可以下次去呀。不知道。哦，熊猫，不是，它不伸出这个尾巴，我真不知道这是熊猫。对，我看现在更了两集嘛，我刚看，我说什么时候更，每周日晚上10点才更两集，给我已经把这两集看完了，就是我看第一集的时候给我整的都懵了，你知道，就是感觉我不知道自己在看，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老让我脚趾抠地的感觉。说不好看吧，但是说好看就是还行。就是感觉是台湾版的鬼怪，就是神嘛，他们有各种神，然后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男主吧，那个守护神就出来，也不能说是下，反正那个不叫无神之地不下雨。就有很多神，然后女主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就是她现在就讲到她下个星期一会死，然后呢她就不想让自己死，然后就是那个神啊，就是各种神啊，郑元畅他也是个神，柯佳燕也是，然后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傅，哎呀没记住他叫什么，就是他们就是都是神，就只有曾之乔演的那个是一个人，就是说他会下周会死，哎呀，然后就是不想让死，哎呀，然后就的故事。好无语呀，为什么不下雨？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台湾他们说的那个什么话，闽南话还是什么话呢？对，打个哈欠，
好明天就星期天了，明天又有更新两集。我昨天个八角亭迷雾最后两节给我整的就是很妙，就之前我一度看不下去，就是一度我想要不不看了，但是就这么十二集两个星期就看完了，我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然后昨天最后两集我觉得是最好看的，最后两集就是前面给我整的云里雾里，都是我到第几集了我才弄明白这个所有人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类的。最后两集还行，挺好看的。下一部会是什么电视剧呢？我看到有好多部，搜索一下。我想看赵丽颖的那个。对，那个剧情里面那个丁老师的天堂，播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吧。写日记了吗？当然没有了。奇魂，我朋友也看奇魂，有一段时间特别上头，但是我也没看。司藤我看了几集然后就没看了耶。认识有趣，当然认识了，你看这大家多么的有趣啊，你他还有他他他他你他他他他他，太有趣了。迦南传我昨天去卸指甲的时候看了一眼，然后跟宋先生吐槽了一下就没了，我就看了那一下下。第十二秒是什么？写日记也不可能的，我有一段时间天天写日记，大家可以作证。《甄嬛传》，我吐槽他了吗？那怎么能告诉你？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的挺好的。用心的敷衍，当然了，每一次敷衍都是要用心敷衍。对，差不多直播说我今天不对，日记写我今天去干什么了，吃了什么什么，喝了什么什么。日记本当然写的下了，小心吃的是很少的。我那个日记本放在床头，已经上面堆满了那个药品、维生素和那个空调遥控器呀、耳塞呀、水杯呀之类的。第十二秒，芒果，我要搜搜。哦，万茜和任重。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剧，我看到过这个剧。哼，真相，好多这样的剧。我在看那个韩剧呢，以无之名，没去吃火锅，不想吃火锅。我说了不喜欢吃牛肉火锅。信号的韩剧我也看过啊，没看完，看第一集而已。我之前看那个韩剧叫什么？不是信号吧？我之前看的韩剧是什么？不是 ，Boys， 对对对，混了我已经。治愈生日我看了第一集的前十几分钟。我也正在看以无之名，我看到第几集来着，然后我今天直接受不了了，把最后一集最后一部分给看了，让我心里有个数。
吴之名，我看到我的名字看到第四集了，今天忍不住把第八集最后一看。什么相信我的眼光？怎么就相信我的眼光了？你看什么？我最后 voice 没看完，那个就是我高铁上没什么看的时候我就看了。逆局呀、啊、逆局我看到第几集来着，第二集还是第几集呀、啊、没再往后看。哼哼，兰心大剧院我没看，我怕我欣赏不来，就是我怕我没那个艺术细胞。我看瘦脸了吗？这个美颜它就是有瘦脸，50%的瘦脸，50%磨皮，50%大眼，50%亮眼，哎，我怎么觉得这眼这么老大？等会儿，哎，怎么弄的？我眼怎么这么老大？救命啊！怎么回事啊？哎，怎么调的呀？我把大眼关了，吓我一跳！我刚眼睛咋变那么大呢？吓我一跳！这个是我把瘦脸关了的效果，这个是我开瘦脸的效果。吓我一跳！我刚眼睛那么大，我刚眼睛换成恋爱。哎呀，我看了，我看了，我啥没看过呀？我啥都看过，我啥也看不完。就是换成恋爱，我就看了几。第一期吧，第一期快结束，我就坚持啊、哦！我看完第一期了，但是我没再往后看，有点太累了。关键是弄第一期我也没弄明白，他们谁跟谁，谁跟谁分了，谁跟谁，啥视频都看了，就是没剪出视频。对呀。画的真好看，谢谢你夸我。对呀、啊，全部成员都在这个口袋哟。很懂我看视频不剪视频的心情，怎么了？懂，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懂吗？这个道理。机器猫的口袋，懂啦。懒，因为有太多视频可看了，怎么办呢？哦，想去迪士尼玩，迪士尼现在平日人多吗？你们有人去了吗？没有。想去欢乐谷玩，但是我怕那过山车太颠簸，我屁股受不了，我的尾巴骨。多香港，你这话说了不多，我看今天的多，今天是6，周末应该，周日平时应该还好吧。古木游龙，可是我就想玩那个。
那个最好玩了。跳楼机，看了一次公演，玩四八。哦，整不明白啊。就是呢，你可以在这儿看我们的直播，看我的直播，然后你可以搜索房间，比如说你去搜索谢天一，就会点出有我的房间，你就可以关注我的房间，然后你就可以在我的房间里看我每天都干了什么。我每天我也不一定每天发，但是我有时候会发我今天干什么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今天会直播呀，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知道，然后你还可以在里面交友。对，比如说你说你们想跟我做朋友吗，然后呢就会有想交朋友的大家说我想，我是第一富婆。对啊，当然了，我那门上写着呢，我门，大家，我门上贴的是什么，我门上贴了是什么了，是世界首富会议室。我房间是341，我那个门上贴着是世界首富会议室，所以我当然是首富了。我还贴着女明星休息室，所以我是一个世界首富的女明星。这是我的会议室兼休息室。女首富马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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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可以找对象，又来是不是？我休息室挺乱，我休息室怎么乱了？我休息室现在可干净整洁了。什么感觉？陈林，那什么，怎么就是他收拾的，是我也收拾收拾好吗？他只是打下手帮助我一下，协助我。今天晚上是 N 队公演，对呀，我也不聊北京了，不知道啊，可以吧，做核酸嘛，就可以回去吧。反正我现在也不回去，我得等31号公演完了之后看时间吧。反正我这周也不回去。哇，好的，对呀，不是明天的那个。外务取消了嘛，不是本来想着明天就是24号有工作的话，25、26、27就三天不值当的嘛，28号有公演了。那个直播进去问，就是我们的直，你可以在口袋四八看我们公演的直播。今天晚上是 N 队公演，然后呢我们四八的成员呢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口袋四八这个软件里面直播，有不一样的队，知道吗？ N3 是广州的一个队伍， GNZ 三个队。28有公演啊，我难得耐心。 B 站官方账号，对， B 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UP 主，快打，快打出来，很有意思的 UP 主，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账号。对，就是韩什么影啊，我就是这一串英文，你可以关注他发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好看。
是的。哎，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又想剪视频了，激起了我剪视频的欲望。记得一键三连、投币、关注，拒绝白嫖。日更就罢了吧。我之前好多没见，好多没见。今天星期几？我争取明天更新可以吗？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嘛，正好嘛，对吧？知道争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要是争取不到，那你就没有办法。我只是争取，那争取得到，争取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懒这么多天，谁懒这么多天了？你看了那个跳墙过来，跳墙。避而自由，我。那我应该快点剪，很多有意思的内容都没有给大家看到呢。哎，当然没吃完了，这怎么能吃得完呢？家放着呢，爸爸妈妈吃。我是歌手。上次一分多钟怎么不认真了？我就现拍，就坐在咖啡厅里就开始剪，怎么不认真？我还拿着相机，拿那个。还把那个内存卡里东西导出来，怎么就不认真了？嗯，我们是什么兔？我们没有兔，怎么非得给我们家个兔？是不是？肥胖的口味怎么能这么说呢？哪个口味不肥胖？八桶都肥胖。你女朋友喜欢我，所以你就来了？不可能，你女朋友谁呀？你能交到女朋友？不是不是不是，我开玩笑的。你女朋友，你看你是怎么追到女朋友的？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还是他追的你，如果是他追的你就算了。你怎么追到他的？给上面没有女朋友的人分享一下好吗？死缠烂打，这怎么行呢？我也没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竟然有人不是单身你谈恋爱了，你俩不会是一块来这捣蛋的吧？不是，不是，没有，不可能，我不信，你俩肯定就是，我偏要把你们说到一块儿去。那你们的对象都在哪儿呢？真的谈了，恭喜呀！怎么想怎么的？我也没说假。在他外婆家，什么东西？不要，怎么跳上舞了？不要，什么？我当然不是了，你管我是哪儿？怎么？群众有我一个，我得做小孩抓，我从不喝酒，我喝水。
别猜，别猜。问题真多。这个巧克力现在变成这么好看的了，像甜甜圈，像哈根达斯冰激凌月饼一样。这个礼物，这个巧克力，以前不就是扁片巧克力吗？对呀、啊，北京只有朝阳吗？只有朝阳吗？嗯，西城人长得都好看，别的人长得不好看呗。男朋友在他外婆家，他外婆家跟你一个小区，你不会是他外婆吧？让他来看我直播。你是女生是吧？我确认一下，可以吗？海淀也好看，那别的地儿也好看呀。你不是他外婆。不知道怎么玩口袋Spa。你都六级了，还有总选助力小标志，你不知道怎么玩口袋Spa吗？为什么恶魔头饰没有特效？不是应该出一个头饰吗？怎么会有女生有男朋友？怎么了？你这个问怎么的？怎么的？让他来看看，可以呀。啊。哪儿的人长得都好看，好吗？不怕冻。对，太好笑了。怎么就潘老乡？怎么到处乱叫？嗯，想吃糖葫芦了。那天我妈买了糖葫芦。就吃了一个球球，一山楂。论文集，冰糖菠萝，没吃过冰糖菠萝，菠萝。世界第一怎么敢当呢？多不好意思呀！当然吃油条了，为什么不吃油条？好多契机。没有哪儿，你看你楼下是个一级的，楼上六级，在楼上，哎呀，哪有啊？冰糖生姜我都没看过，不怎么刷抖音。冰糖草莓我不吃，我觉得草莓水不唧唧的，我就喜欢吃糖葫芦。糯米糖葫芦是最好吃的，第二好吃的就是没有核的山楂，第三好吃的没选出来。这个级数咋算？不知道，您是十级玩家。核桃，核桃也还行。压成饼的山楂，我没吃过，但是我看过。反正没糊的，在我这儿一切都好吃。还喝茶，没有吧？有吗？山楂饼。白糖山楂，眼线，谢谢你夸我的眼线，眼线，快谢谢他，谢谢谢谢。用脚换，当然了，当然了，好看。另一边眼线没礼貌，就这边眼线有礼貌。
浇蒜汁儿是那个吧？哎，这啊，那叫什么来着？炸灌肠，是吧？黑枣，黑枣也还行，我小学吃。土话多土，蒜汁好吃啊，吃蒜好好啊，对身体好，杀菌。扔了，炸灌肠，卤煮火烧，不吃麻酱，怎么能有人不吃麻酱呢？醋里泡蒜，泡蒜呗，辣拌蒜，那辣拌醋也特别好吃。各个区口音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又来惹爱生气了。麻辣烫，那双份麻酱，对呀，得吃麻酱。不太有什么，生气了吗？还行。港式鸳鸯，好喝。吃麻酱，对，就是在打着打着，哼哼，生气了，吃，吃。爆肚就是麻酱呀，苦，为什么会苦呢？咖啡多了，奶茶少了，还是你喝惯麻酱？不会打麻酱，我要把这个漂亮的耳环转过来。哎，也爆了。当然不重了，薄如纸，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片儿。呜、哦！我昨天晚上敷了面膜，我买了那个 Skin Food， 有一个，哎，不是，我买的面膜不是，我买面膜是一个某个小众牌子吧，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无花果酱面膜，就是有无花果，就是跟果酱一样，然后你就往脸上抹，哇塞！我还买了 Skin Food 的那个胡萝卜棉片和胡萝卜面霜，哇塞！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用那个棉片湿敷了一下，我就觉得，哎呀，我今天一次妆都没补，你看如此的漂亮，也不。甜的吗？我没吃哎，我昨天本来想尝一口的，但是我没吃。我都没啊，哇塞，哦，你说怎么会？哎呦，我的妈呀，都没补妆哎，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不知道是我定妆的原因，还是我用那个棉片就有点服帖。我今天不能老敷那果酱面膜啊，我准备一周敷一次吧。嗯，下次我准备27号敷，因为28号空眼。27号敷，对，28号晚上空眼，白天敷。社交。是你吗？嗯，我今天把我戴的这个耳环给刮发过去，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心里话写在戴到耳朵上？社交，
另一边没有字儿，是一个大拇哥。写的什么呀？看不清楚。刮脸吗？不刮。哎呦，怎么回事？这可难戴了，我今天戴半天，我上次就想戴的，但是躺下了，因为我是爱睡觉。我上次没戴上，穿半天弄不进这耳洞，上次我就戴了耳机的那个。不会，它不会弄到脸，很轻薄。哦，今天是爱洗头吗？我不爱洗头，我后天要去拍照，所以我明天再洗头。今天不洗头哦 ，no no no no， 钥匙扣，蓬松。然后在27洗，我心想25、26、27。哎，不行，啊，可以，看我25号喷没喷发胶吧。嗯，我来算一下，31号公演哈，我今天不洗头，明天洗头，24号洗头，25号拍照，25号拍完照呢，16，万一25号有发胶，我就25号洗。假如我25号洗头，就27号洗呗。28号公演，30号洗头，不对，有点长。29号洗头，怎么算都不对。怎么才能让30号洗头呢？我可以洗前面，就洗前面喷了发胶的地方。28号不洗头吗？27号洗了，29号�洗，那30号还要洗。我28号白天洗。公演前洗，然后29号不洗，30号洗，到时候再说吧。只要头发蓬松，让别人看到你头发蓬松，你爱洗不洗，只要你不拿个大喇叭说我今天没洗头，没人知道你今天没洗头。可以喷干发喷雾。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怎么让贴头皮，就是有的人女生那个头发贴头皮嘛，然后说你就倒立吹头，就不能这样倒立，你要真实的倒立，你知道吗？要把那个头啊钻到那个大腿根里头，这是倒立，然后吹出来，这样吹出来的头发就会蓬松。干洗喷雾当然好使了。好使，你就滋喷喷完了就好使。熊熊头套，我这没有熊熊头套，把头发抓着吹，太难了。我准备8点半下播，可以吗？可以。可以。打开风扇吹。下播之后干什么呢？下播之后卸妆、洗脸、敷面膜、护肤、用筋膜枪按摩，然后
跟爸爸妈妈视频，看电视，刷手机。哦，剪视频。看，我这么快就忘了，我说我今天要剪视频，回翻牌。排得好满呢，还不能熬夜。为什么要播到8:03？玩 QQ 双十一，双十一我现在就买了面膜，我买的是叫什么Fan Beauty。买的是那个水葡萄，那叫水葡萄还是海葡萄？不不不，是范冰冰的那个，她出的那个面膜。我买了一个海葡萄，那个海葡萄面膜，还买了一个什么来着？芍药花。对对对。饿了能吃，我不知道买什么的，有什么好买的？双十一它到时候会有满减吧，我可以买点零零碎碎的。我想买那个什么画卧蚕笔，就像眼线液笔那样画卧蚕的，还有不知道有什么要买的，买什么呀？没什么要买的呀，买个日记本儿，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个 Skin Food 的那个胡萝卜面片，确实还不错。就是它一片你可以把它撕成两半，一片敷这个，一片敷这个。美瞳大堆呢。对，胡萝卜面片。美瞳都带不完，带的再说吧，别囤着了。但是它那个味道有一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但是还挺好用的。好用的话，你管它什么味儿呢，对吧？就有一点，不是胡萝卜味儿，胡萝卜是什么味儿呢？无花果的那个面膜其实也还，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我昨天洗脸的时候，觉得自己脸特别的光滑，如此之光滑。我想打个喷，哎呀，不能打喷嚏，我要把喷嚏憋回去。我一打喷嚏，我尾巴骨就震得慌。我不能打喷嚏，不能打喷嚏。你用酸也很光滑，好的。怎么？你可能会被骂，想说什么？憋坏，憋不坏，不会的。谢谢你的夸奖。低真是名吗？不低。你又来找你的同伴拉拉 是黄色的天线宝宝，桂花味儿还行，也不能说喜欢吧，但挺好闻的桂花味儿。
怎么啦？你怎么了啦啦？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找不到你的伙伴啦？你找谁？丁丁 DC 还是 PO？你来找丁丁 DC 和小波，他们在哪？他们没来过。丁丁 DC 啦啦波，他们不在这儿，但是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他们会来找你的，你就待在这儿就好了。一会儿他们三个就来找你了，你就能找到他们三个了。好，你在这儿坐下吧，别站着了，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坐下吧。像幼儿园老师，我可当不了幼儿园老师。搬个小板凳，你就在那个凉快的地坐下吧。你可以躺着吗？不可以。一点爱学习的样子都没有，躺着算什么样子？能吃东西吗？不可以。上课能吃东西吗？别跟我社交，你们。是谁爱天天躺着？谁呀？上什么课？我们马上下课了，一会儿我就，老师该下班了。有一个小矮人就爱躺着。躺下啦，起来都，反正也没有什么好聊的了。丁丁、DC 和 Pro 也不来，十点半才下，那你也太惨了吧，爱躺着。对呀，他们仨也不来。Loco， 幼儿园，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七点多就睡觉了，好像。因为我没有七点之后的记忆。我也不知道我幼儿园几点睡觉。问什么号啊？怎么了？小孩不早睡吗？去拍什么漂亮照片？拍了之后就知道。从小就爱躺着。我不知道啊，我总觉得我七点就睡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几点睡，我没有记忆了。我在幼儿园吃晚饭，幼儿园什么时候吃晚饭呢？五点。对呀、啊，晚上有动画片。对呀、啊，我记得我看动画片忘了。难道头这么扁？你头扁，扁头怪。动画片八点开始。哦，对、啊，我记得有在幼儿园吃晚饭。我额头可不宽，路人粉儿。不想走了，那你今天就睡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当然有晚饭了，下次叫上你的朋友们，丁丁、DC 和 Pearl。提前走了，再见。
我怎么知道老师今天下班？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早上在哪吃？我都忘了，我没有记忆了。到点了，下班了，再见大家。幼儿园饭爆难吃，你还记得？我幼儿园饭可好吃，那大肉龙老好吃。走了，再见，大家。拜拜，再见，拜拜。